有不少人每到换季时期，会将床单、枕头套等更换成符合季节的样式，特别是过了寒冬之后，厚重棉被的收纳常成为一大困扰。为此推荐大家率先参考此款掀床设计款，它巧妙利用床底下的大空间做收纳，令物品众多的人可以得到大大满足。且除了330磅的气压床撑之外，还装有安全杆，能避免使用中床板不慎合上造成危险。另外，其床头架不但设有隔层，能够摆设相框等装饰品，还安装了3个插座，方便使用者插夜灯、香氛机等，整体典雅的居家设计亦堪称上乘之作。本品以实木搭配木片制成，共3层的木芯板既厚实又坚固，且周围做了圆角加工处理，大幅提升了安全性。再者，其床高适中，使得上下床接方便，无论小孩或长辈用起来都轻松无负担。不得不提的还有，其不仅仅内嵌照明设备，令使用者不需另购床头灯，并具备一般与 USB 2种插座，让大家在睡前可随手充饱手机、行动电源等。这款产品不只集多种功能于一身，和同类型款式相比，价位亦相当容易入手。还在举棋不定的读者们，不妨考虑将如此内外兼具的优质商品带回家吧。九泽木栅品牌坚持高品质的材质及贴近生活的设计，其产品深获广大消费者的爱戴。其中本款是针对家中有毛小孩的家庭，使用特殊技术制造出的猫抓皮革，具备强韧不易断的特性，可防止宠物的攻击在表面留下不美观的抓痕，加上雷射透气不易因闷热而产生异味，耐用性不在话下。更棒的还有，其床头设有大型的软包靠枕，令人可代替沙发依靠在上面观赏电视，又或者能拆下作为垫脚枕亦是抱枕使用，打造出更加舒适优良的睡眠空间。这一款商品利用烤漆管组装而成，金属材质不单单稳定性极佳，还具备防水防潮的功能，相当适合气候潮湿多变的台湾，并且加高的床底方便扫地机器人或扫帚进入，想随时保持清洁都没问题，各位也能另外添购收纳和搭配使用。除此之外，它的床板为网状型设计，可有效防止床垫因不透气通风，长期使用下可能导致的发霉问题。且该厂牌提供了免费专人到府安装的服务，不需担心繁琐的组装过程。在挑选双人床架时，相信耐重性也是重点之一。本款产品有别于常见的脚架支撑，而是利用通过专利认证的侧板卡接结构，以穿字结构分散床整体的重心，使得耐重力提升至高达300千克，可说相当牢固，想与小孩、宠物同睡，或是3-5好友坐在一起聊一整天都不成问题。另一方面，这款组装方式简单，一个人也能独立重复拆装，而且厂商提供了2年保固，令使用者可加倍安心的选购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